星空 AI 魔法学院，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在台北世贸一馆 A618 的摊位现场。我们要带大家呢来看到我们的吉祥物，有很可爱的熊 Q， 还有虎宝。当然，我们这一次呢，整个展区有魔法的风格之外，也希望呢可以透过了我们 AI 智慧科技，结合金融服务，让我们的科技实现财富未来。接下来带大家一起来浏览一下我们这五大院所呢，有包括了智能学院、一指学院、科研学院、未来学院、智慧建筑学院，带你一起来了解喽。的智能学院体验最新的金融科技应用。首先看到的是智能开户平台，全新的流程加上无纸化的服务，让开户更加的轻松简单。针对退休规划，有华丽退 AI 投资提供的轻松退方案，透过 AI 来分析您的投资情况，提供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建议。小额投资每个月只需要3000元起哦。华南银行还有互动式 AI 行员，就像真人一样，还提供多种语言服务，让客户的体验更棒哦。最后是远端线上电子签名，透过视讯和电子签署的技术，让您在远端也可以透过手机签署各项文件，简单轻松又有保障。欢迎使用 SNY 的数位账户，给你全新的开户体验。华南银行加 APP， 让你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使用手机轻松的去买基金、咨询理财，或者是买外币，让你享受更方便的金融生活哦。接着我们来到一指学院，它是我们华南永昌证券的创新交易工具一指冲，欢迎我们现场体验。那我们可以开启双视窗看行情，然后快速下单，让我们交易更方便哦。欢迎来到飞安学院，华南产险为爱旅游的你准备了我们旅行险，像是行李损失、丢失、旅程取消、飞机延误等等都会有所保障，那只要在出发前一个小时即可投保，让爱旅游的你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家哦。欢迎来到华南永昌投信的未来学院，这里展示了两大基金，我们的全球科技多重资产基金以及未来科技基金，我们提供了灵活且有潜力的选择，让你可以掌握科技先机。最后来到的是华南净资产的智慧建筑学院，这里提供的呢是我们都更以及围老建筑的成功案例，并透过 AMC 多元整合服务呢提升城市发展。金融科技展在11月1号、10月2号，等你一起来完成魔法学院的积分之八。这一次呢，收满5个学分，我们送礼物哦；收满9个学分，还有机会抽红包，有机会带走我们的 Snoopy 世世如意玩组，还有我们的卡拉哈拉陶瓷保鲜盒，等你来拿哦。